主驾神祭诵第六首看起，佛是世间大智海，放尽光明无不变，广大信解习从生，如是言及能明如。这是妙言缓急主驾神他的赞颂啊。前面呢也把他的意思说出很多了，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对于三宝要生尽信之心，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三宝的利益，也就是一般佛门里面所说的三宝威神的加持。如果我们对于佛法了解的不够，了解的不够深，了解的不够广，这个信心呢很不容易建立。通常讲唯有上根呢与下愚不一啊，这是说这两种人容易成就。上根的人他有高度的智慧，一接触了他就明了，就通达，净信心很容易升起。另外一种人呢，下愚之人，虽然他对于经教的理论啊、教学甚至于完全不能够理解啊，但是他也有他的善根啊，老师教导他了，他就能深信不疑啊，一生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样的人呢往往也有不可思议的成就啊，难能可贵啊。那么最麻烦的当中这个阶段，既非上智又不是下愚，烦恼习气非常深重，疑惑重重，这个对于自己修学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了啊。菩萨在此地劝我们，啊，特别是这部《华严经》，经文长，说得非常之微细，早年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他戒引知识分子，多半都是用华严所抄，啊，劝导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从清凉大师的苏超下手啊，这个我们想想呢也不无道理
啊，是一种好的方法。可是在今天呢，又有了困难了。啊，今天的高级知识分子跟弘一大师那个时代不同，那个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确确实实都有很好的中文基础啊，经文跟注解他有能力阅读啊。现在文化水平一落千丈啊，对于唐人的文字已经有了困难了，何况经文，这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因此不能不依靠啊佛门的一些大德长者发心出来教学，无论是出家是在家，我们应当常常记住佛家有一句话了，弘法是家务啊，啊，特别是出家人，我们的家务事就是弘法利生。在家居士如果有这个能力的，也应当发心啊，我学佛的老师一位是出家人，一位是在家人啊，出家人张家大师啊，在家的是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两位一个是出家的榜样啊，一位是在家修学的榜样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弘法重要啊，啊，一定要发心。无论是做弘法或者做护法，都必须要深结义趣，要深入经藏，你做的才如法啊。如果对于佛法的道理修学不甚了解，我们弘护都会走向偏差啊，不但不能够修集功德，可能还造罪业，这是不能不谨慎的。所以寄送啊，第三句广大信皆习从僧啊，啊，真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断疑生信啊，这样修学才能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如是言解能明如妙言还及菩萨，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能其如这个境界，如果不能明了不能其如，就没有法子帮助初学啊。所以我们要想帮助初学的学人，一定要认真努力啊，要依清凉大师的指导信皆行正啊，到正
正就是其如啊，此地讲的如，明是解啊，如是正啊，啊，心解行正，这才能生起净心啊，才能自度度他。再看下面一首，如来观世起慈心，唯利众生而出现，是彼田以最胜道，此净化身之解脱。这是运泽净化主家身，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大慈悯济助众生，令增长福德海解脱门啊，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啊，他修的是这个课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你看看，每一尊菩萨，这些神众都是菩萨了，他们所修学的都是一门这个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这么多，不能不觉悟啊，这一点万万不能疏忽啊，每一位都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他才能够悟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自己在反省反省，我们学佛不少年了，为什么没有成就啊？真正的原因是两个，一个呢，我常讲的不好学；另外一个学杂了，没有专修。啊，果然好学，懂得专修，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修身呢，要以一个法门呐。一个法门呢，才能证得解脱，所以叫解脱门。啊，我们在这个经上啊，每一个人的解脱门都不一样。啊，真正显示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啊。解脱就是成无上道啊！啊，解除了见思尘沙无明烦恼，脱离了六道十法界生死轮回呀，脱离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一门的利益啊，在这里没有看到一个人修很多法门运泽净化菩萨啊，
他的法门是大慈大悲，啊，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慈悲济世啊，修这个法门呐，啊，慈悲济世啊，要有方向，要有目标，才能成就真实功德。啊，你看人家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呢？增长福德。福德这两个字，一个都不能少啊！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啊，佛门里面有，一般宗教里面也有，而且都相当重视，做社会福利工作，啊，帮助世间苦难的众生啊，我们看到最普遍的办孤儿院，收养孤儿啊，办学校教导学生啊，办老人院，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啊，另外还有啊，救济一些灾难病苦，每一个宗教都很热心的在做啊，啊，佛教也不例外啊，我们在香港看到许多道场都办社会福利事业啊，可是怎么样呢？偏重在福利，把那个德忘掉了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呢所说的偏重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疏忽了。精神生活里头最重要的是圣贤教育的学习孤儿院小朋友要学啊，啊，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孤儿院里面啊教儒家的弟子规啊，教道家的感应篇我没有看到啊，教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属于德啊，啊，对于老人呢，年岁大了，应当给他讲解净宗法门呐，劝他念佛，劝他修定呢，这是无比殊胜的精神生活啊！非常可惜啊，我们疏忽了这一点啊，所以这个福利事业呢做得不圆满，偏在一边了。啊，我们读这一首偈颂
啊，看到菩萨所修学的法门，我们应当有体悟啊。如来观世起慈心呐，啊，真的像观世音菩萨了。观察世间众生在受苦受难，啊，大慈悲心于是兴起，对，千言千手啊。言道守道，称出云柱之手，为利众生而出现的，出现里面包括的境界就太广大了，众生需要什么他就现什么，现在这个世间众生需要的太多太多了啊！精神的生活，物质的生活，普遍的缺乏，要靠菩萨救济啊！前面我们也曾经读过，佛遍世间常现前，佛在哪里呢？佛不在外面，佛就是自己的心，自己觉悟的心啊！我明白了，我觉悟了，我就要发心，慈悲济世，从我自己本身做起啊！尽心尽力去做啊，自然能够感动一些善心人。我们集合这些善心人，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这种慈济的工作就能够越做越大。要令众生得真实的利益，要教化他。孔夫子所谓的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他老人家讲的这三个字，诸佛菩萨圆满具足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做学生的人也必须要具足啊，君是领导啊。我们今天讲带头啊，我要做一个带头人呐。哪一方面带头呢？修福做带头人，修德做带头人，怎么个带法呢？从我本身做起，做出榜样给他看，
做出成绩给他看，他就相信了，他自然会发心效法。做至亲要像父母照顾子女那样的关心这些苦难众生你要关心他你要懂得用四摄法不施碍于利行同事你还要教导他生于义三业教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你的心行很像佛确确实实佛就是这么做的你学会了事比体以最深道这句话说得非常具体以情悦性形容下面的佛法佛法是最殊胜之道清凉大师在前面长行文里面注解句子里头有以和田和一月那这里头含的意思田是和平的意思怡是喜悦的意思唯有平等和睦才能长生欢喜心才能接受事出世间无比殊胜的大道这个大道在此地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这个里面包括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明了要能够通达理解但是我们要学习呢记住一门深入这么多菩萨天神杂神大众给我们做示范华严经里面讲修行的方法在历史间品一共讲了2000多个法门不是叫我们通通要修一门深入那么这是运则净化主家神他的这个修行正果的门径贡献给我们做参考
再看底下第八首，臣善事所修清净心，菩提树下具宣说，如是教化满十方，慈妙相生能听受。这是第八位成就妙相主家人。在前面我们读过的他学习的法门是广开示一切行法，我们要特别着重行法。佛家的经典，古人为我们说出啊，经有四种啊，有教经，有理经，有行经，有果经。啊，实在说呢，每一部经典都具足这四个意思。啊，教经是教科书啊，这个经典展开，这是教科书。啊，世尊的言教。教经里面必定啊，含摄着道理。啊，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礼经。啊，我们听了之后啊，要明理呀。啊，理懂得之后啊，这个里面有修行的方法。啊，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啊，如何落实。这一部分是行经的。经里面也说出你依照这个道理方法去修学，你会得什么样的好处，得什么样的利益，那叫果经。啊，每一部经不论大小都具足教理行果。啊，菩萨在此地提示我们的特别着重在行法。啊，所以善事所修清净心，啊，善事就是如来，啊，就是诸佛。佛有十种名号，善事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简单的说是放下。啊，那善，善是什么意思呢？放下跟提起啊，同时，这叫善事。如果把它分开了，就不善了。啊，这个佛家常讲，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无坐是事啊。啊，坐而无坐，那叫善事啊。无作而作，这叫善事。啊，有没有在做呢？在做。
虽然在做呢，不着相。佛家讲三轮体空啊，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修种种行门，这叫善事啊。所以我们对佛尊称呢，佛示现在十法界，为一切众生表演种种修行的法门，他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呢，这叫善事。啊，我们凡夫做跟不做了，是两个极端呢，不能够融合啊！啊，它没有极端，它是融合的。啊，显示出所修清净行，啊，清净就是善事。啊，所以佛为我们示现，修行持戒。严持戒律，不犯威仪，这叫修行，这叫修行。啊，加一个清净心呢，那就是善事。啊，虽修种种行门，修而无修啊，无修而修。啊，他修。是为众生修的，给众生做示范。啊，无修呢，那是他自己的自受用。啊，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一尘不染呐。那么由此可知，六度万恨啊，我们今天讲是示现的啊，对他来说，他功德早已经圆满了，还修这个吗？修给我们看的，特别是给初学看的。让初学的人看到之后啊，可以模仿。修给老同修看的，提醒老同修不可以退转，要常常保持。啊，保持什么呢？十善五戒。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啊，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大师举个比喻说，啊，我们今天到台北，在台北了，我们要到高雄去，啊，那时候坐火车，你在上车之前呢，先得买一张票啊。这张票上了车之后，随时你也放在手上，你不能丢掉啊，那个车上要查票啊，一直到站的时候呢，你这个票交回，这张票大师把它比喻作无界十善，无界十善就像这张票这么重要。初发心的时候就要认真努力学，一直到成佛不能松懈啊，不能够委实啊，你要是违背
要是失掉了，你就不能成无上道啊！不但无上道不能成呢，小乘初果你也得不到啊！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的修学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精神，为什么没有成就啊？从哪个地方讲没有成就呢？我们烦恼习气没断，我们清净发喜没有现前，这就是没有成就啊。每一天生活都在妄想之中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还是烦恼习气做主戒定慧做不了主啊。这个就是修学一丝毫的成绩都没有啊！每一天读经，读了有什么用啊？每一天研究，研究有什么用啊？每一天讲经，讲经有什么用啊？要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才管用啊，所以我们修行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成就，关键在行啊，信解行，行是关键啊。老师帮助我们，只能帮助我们信解行政，老师帮不上忙了啊，这个要学生自己去修，自己去悟，自己去证啊。宗门里面常讲啊，悟后起修啊，那就是解了以后啊，要起行。我懂一句，我就行这一句；我懂两句，我就行两句。啊，我学这一部经，我不能完全懂，我懂多少我就学多少，啊，就能落实多少，你真有受用啊！世尊所修的清净行，无量无边。无量劫当中啊，积功累德，成就广大妙行，菩提树下具宣说啊，啊，菩提树下是事先成道啊。八相成道实现的是修行正果了啊，这句宣说这个句子也用得好啊。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49年是不是通通都把它说完了呢？
这个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可以说世尊呢完全说出来了，和盘托出了，也可以说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只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人能够理解的这一部分啊，随机说法嘛，啊，我们能够理解这一部分啊，太深了啊，太微妙了，我们这个世间人不理解的，佛就不说了嘛。啊，这个说法也讲得通啊，因机说法啊，正是经教里我们常常见到的啊，与上根人给他说上法，要说下法呢，他不满，不满意啊。与下根人呢，一定要说下法，与上法他不懂，说法要切机呀。那么，诸佛如来到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啊，教化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当然一定要起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但是我们要问呢，佛到底他无量界所修学的这一次示现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有没有像此地讲的具宣说呢？啊，具是完全没有漏实啊，圆圆满满的说出来了。《华严经》上这一句话，决定不是妄语。啊，确实说出来了。啊，这个就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早年龙树菩萨这是正得初果之人哦，这是初地啊，初地菩萨了啊，龙树是初地菩萨，智慧开了啊！我们禅宗里面讲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聪明智慧高啊！我们今天讲啊，天才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教，他几个月就读完了。啊，读完之后，于是就起大果慢，啊，自以为了不起了。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值得骄傲啊！啊，他把世出世间圣人的典籍全都读完了，而且通达明了。啊，但是呢，《华严经》他没看到。啊，为什么呢？
这一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初成佛道的时候在定中讲的，所以人间不传呐，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世间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啊，哪里知道他在定中讲这么一部大经呢？啊，经典上记载的是，有说是二七日中，也有说三七日中。啊，有这么两种说法，我们不需要执着。啊，二七14天了，三七21天了，时间不长啊。但是我们晓得，定中啊，跟我们世间有很大的时差。啊，我们从前读书，过文里面呢有黄粱梦。不知道现在这个中学教材里头有没有这一篇文章？啊，那是个寓言，啊，很有味道啊。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时差，啊，梦中啊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有很大的时差。佛在定中把他自己无量界的修学全部都说出来了。啊，这个经典被大龙菩萨收藏在龙宫里面。啊，大龙菩萨很慈悲啊，看到龙树，哦，傲慢心起来了。啊，自以为骄傲了，啊，就接引他到龙宫，啊，让他去参观浏览释迦牟尼佛，啊，在二七日中所说的这一部圆满的经典。龙树菩萨在龙宫里一参观，傲慢心立刻就消除了。他看到这部经典多大呢？啊，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14天下微尘品。这是我们没有法子想象的。3000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啊，我们从前一般呢，这个讲经法师以为是现在天文学家所说的银河系。啊，这一个银河系大概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最近我看黄念祖老居士他提出一个讲法，在《无量寿经注解》这个本子后面有附在其中。啊，那根据他的研究，他是个研究科学的，他的研究他的看法说，现在我们讲的银河系实际上呢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哦，那就不得了了。如果是个单位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是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10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啊。
个这样大千世界，把这个世界把它磨成微尘啊，磨成微尘，极小极小，我们肉眼都不能看见的 一个微尘呢是一手机，印度人计算这个文字的单位，它是四句叫一句，不管是长行文是计数，这是四句呢，四句就叫一句啊，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算是算字数啊，这一部书啊有多少字啊，像老子道德经大家常讲5000言啊，5000个字啊，印度不算字，算偈，算句子，四句是一偈。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这还得了啊，那一四天下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是一四天下，整个银河系里头的星球磨成微尘有那么多的品，龙树菩萨一看他自己也没法子受持啊。世尊在二七日中所说的啊，初地菩萨一看呢，五体投地，没话说了啊，他讲了这个经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啊，这是上本啊，那再看中本，分量还是太大，最后看下本啊，下本有100000偈40品，他把这一部分他的记性好啊，念得很熟，从龙宫出来回到世间，从他记忆当中把它写出来，我们这个世间才有大方广佛华严，有了这部经，真的是圆满说出来了。好，现在时间到了。